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握？您放心吧，我们保证按时完成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二，明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去给你妈买束鲜花怎么样？千万别，我妈对花粉过敏。女的为什么不让买鲜花？三，你的北京话说得很地道，你是北京人？是，我在这里出生长大，至今还没离开过北京呢。男的北京话说得怎么样？四，你觉得自己应聘编辑有什么优势？我是中文系毕业的，文字方面能力比较突出，另外我很细心。女的觉得自己哪方面能力比较突出？五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有预定吗？没有，我来找我的朋友，他们已经来了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六，姑姑，车在那边，我来帮您拿行李箱吧。谢谢你，我的箱子不重，我自己来好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七，您看到了吗？收银台就在那儿。谢谢，可以刷卡吧？我带的现金不够了。男的要去做什么？八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把碗打碎了。没关系，岁岁平安。你的手没伤着吧？男的为什么道歉？九，卧室里的空调坏了，我们得找人来修一下。
还没过保修期，你找找那个保修单，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吧。关于空调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，这些建筑物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。规模这么大，居然保存得这么好，真了不起。关于这些建筑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一，幸亏碰见你了，要不然我今天肯定要迟到了。别客气，我也是顺路。再见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你已经开始实习了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在内科，经常上夜班，挺忙的。女的在哪里实习？十三，这房子还挺大的，得有90多平米吧？就你一个人住？不是，我跟一个朋友合租的。关于这个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小王，会议手册做得怎么样了？除了通讯录，其他部分基本上都完成了。现在只有通讯录的信息还不全。关于会议手册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五，你明天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划船？别开玩笑了，你知道我晕船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我写的那份报告您看了吗？看了，整体上写的不错，只有几个小地方还要再修改一下。女的觉得那份报告怎么样？十七，我们的婚礼能不能考虑请我的导师来主持？当然可以，要是你的导师能来主持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男的是什么态度？十八，夏天到了，
我们该换个薄一点的窗帘了。我知道有一家店的窗帘做得很不错，要不我们明天去那儿看看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九，天气预报说，今天早上有大雾，你走高速不安全。应该不会持续太久，我晚点出发。今天早上天气怎么样？二十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套西装配这条领带怎么样？这条太鲜艳了，我给你找一条新的吧。他们在谈什么？第二部分，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来北京半年了，去过欢乐谷吗？你说的是那个游乐园吗？还没。那找个时间，我带你去玩。好，肯定很刺激。这个周末去。好，他们周末准备去哪儿玩？二十二，吴老师，您今天的讲座真精彩，我可以考一下您的讲稿吗？我已经发到公共信箱了，你回去下载就可以了。太好了，那之后的讲稿都会发到信箱里？是的，我会陆续发的。关于今天的讲稿，下列哪项正确？二十三，牛仔裤洗了要翻过来晾晒。为什么？我以前一直都这样晾晒的。太阳光太强，牛仔裤会掉色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这就把它翻过来。牛仔裤为什么要翻过来晒？二十四，你认识学计算机专业的人吗？认识几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最近在做数据分析，有一些程序编写上的问题。那我帮你联系一下，我正好有个同学在做程序开发。男的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？二十五，你的胳膊怎么了？这儿红了一片。我也不知道被什么咬了，特别痒。我去给你拿个药，止痒效果非常好。
那麻烦你了。男的怎么了？26。我刚才去理发，人比平时多很多。今天是2月初2，按风俗讲，今天理发能带来一年的好运。怪不得这么多人。你们老家没这个风俗吗？也有。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去理发？27。听说你要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。是，今天下午就要做竞选演讲了。你的领导能力很出色，肯定没问题，我支持你。谢谢您。男的要竞选什么？28。书架怎么还没装起来？它的说明书太简单，我没搞懂。你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吗？应该不难呐。那你试试吧。女的觉得说明书怎么样？29。房屋出租广告，你看这个干什么？我下个月要搬家，得赶快找房子。搬家？为什么？房东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要卖房子。男的在看什么？30。你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？我不走了，我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我还没找到工作呢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，有些东西是你天生就有的，比如长相，但有些则需要你通过学习去获得，比如知识、能力、经验等等。后天学到比天生得到更为重要，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，才能有最大的收获。一个人可以在失败中进步，在进步中成长。31。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2。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一个花园里有一间小屋子，屋子里住着花园的主人，他是一个盲人。虽然他眼睛看不见，却把花园弄得非常漂亮。花园里总是开满了各种鲜花。一位过路人惊奇地观赏着这漂亮的花园，不解地问盲人：你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？你根本就看不见这些美丽的花呀。盲人笑了，说：我可以告诉你四个理由。第一，我喜欢园艺工作。第二，我可以抚摸我的花。第三，我可以闻到它们的香味儿。至于第四个理由，则是因为你。我？但是你根本不认识我啊。路人说：是的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像你一样的人会在某个时间从这儿经过，这些人会因为看到我美丽的花园而心情愉快，而我也因此能有机会和你在这儿谈这件事。33，关于那个花园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，花园主人说的第四个理由是什么？35，关于花园的主人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，就是要把精力集中在最初成绩的地方。只要你细心总结一下，就会发现你得到的 80% 的帮助来自于你 20% 的朋友，而你投入的 80% 的精力却只得到20%的收入。我们常常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花在并不很重要的地方。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卖保险时，头一个月仅挣了1000元。他仔细分析了他的销售图表，发现他80%的收入来自20%的客户。但是他却对所有的客户花费了同样的时间，于是他把精力集中到最有希望的客户上。不久他一个月赚了6000元。36，小伙子第一个月挣了多少钱？37，小伙子是做什么工作的？38，这段话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我的一位朋友多次获得乒乓球单打冠军，
有乒乓球爱好者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，出人意料，他竟然说，成功之前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。在进入正式比赛前，事先承认不论怎样做，你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。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，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，从而取得比赛的成功。他还举例说，在一次全国乒乓球大赛中，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争夺冠亚军。对方确实厉害，一上场就先赢了他两局，但由于他在进场前就做好了失败的心理准备，所以没有慌乱，完全放开来打，挺住了。最后反倒是他战胜了对手。成功之前先做好失败的准备，并非放弃对成功的追求，而是让我们放松心情，放下包袱，轻装上阵，如此一来反倒容易成功。39，朋友在哪方面很厉害？40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41，放下包袱最可能是什么意思？42-43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好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没问题，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，他们的每一天也都会过得非常顺利，即使遇到了困难。相反，每天嚷着太糟糕了，太让人愤怒了，太讨厌了，真倒霉的人遇到的困难也格外多，运气也显得极其糟糕。语言就好像鸽子的翅膀，只有尽力扇动，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。积极乐观的语言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。42，每天都说没问题的人会怎样？43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44-45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人问一位著名学者，您在哪所大学或者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？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回答说，是在幼儿园。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？学者答道，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们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，东西要放整齐，吃饭前要洗手，午饭后要休息，做错事情要表示歉意，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。从根本上说，这些就是我学到的全部。44，那位学者在哪里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？
45. 关于那位学者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